大家搞掌，点解搞掌？我哋倾两句先好嘛？好，哎 ，I miss you， 你真 miss 咗啊！你而家见到我系贴身啊，张国荣啊 ，Leslie。知点解我去咗呢套衫嚟衬你啊？点解？因为咧，你永远都唔俾我着高踭鞋噶嘛。系啊。你知道我着高踭鞋都高过你噶啦嘛？个个都知道我，个个都知道我矮噶啦。咁啊系，你出咗名矮嘅，张国矮先生。梅艳竹小姐。大家会不生白熟啦，咁上下啦吓。同我斗妖咁话啦喎。点啫姐？点啊哥？对唔住咯，我讲错说话。平时冇噶嘛，同你唱出嚟，你自己绕一轮咁咧，就讲一轮，发言一轮，咁你又走又唱，咁我跟住上嚟嘅啫嘛。好啦，讲绕我唔够你，讲一样嘢我都唔够你，八啊！你觉得他最性感是什么地方？你觉得他最性感是嘴巴吗？哎呀，像只鸭，性感的哇哇哇！知道创办这样的时候，在我家里戴了一个是很那个很多克拉的那个钻石戒指。钻戒啊。对，然后我说好，今天就把你那个戒指移回来。他说您那么容易，很贵的，你们来这一趟。然后有一次就刘嘉玲在他后面，因为大的多了，然后刘嘉玲在他后面坐着，看着搓麻将说，哎，王菲，你这个牌怎么会这样打？能打坏了吗？他说，他是一本正经的，就是说，回过头去，就是很严肃的说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说我唱歌不好，我认了；你说我搓麻将不好，打死也不认。唱这些歌呢，就要有中国的舞步配合的。唱给你看看。大笨牛，大笨牛，哦哦哦哦。